群众尖叫，驻足等待，为的就是这一刻。英国王储威廉夫妇出席美国波士顿为地球奋斗奖颁奖典礼，只见凯特王妃一袭荧光绿长礼服，鲜艳夺目，呼应环保主题，更让人眼睛为之一亮。尽管尽显雍容华贵，但其实凯特王妃身上的礼服并非高级时尚品牌，而是要价约台币3800左右的礼服，而且还是租来的。不过脖子上的祖母绿镶钻颈链光芒四射，可是婆婆戴安娜王妃的遗物，而且当初还是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赠送的祖传首饰，价值1500万美元，相当于台币4.58亿。其实不止这场典礼盛会，暌违8年到访美国波士顿，凯特王妃再次展现完美高 EQ， 以不同绿色调服装亮相，就是为了致意以绿色作为城市代表色的波士顿，也和波士顿台裔市长会面，就连专机抵达美国时同样佩戴戴妃珠宝现身。无论是旧衣新穿，又或是向戴妃致敬，凯特王妃总是优雅亮相，博得好评，成功以时尚外交展现王室风范。三立新闻黄春怡报道。